仙人掌、安影射手、弹簧豆、甜菜护卫、潜伏芹菜都有同一个特点。嗯，长得帅 ，B 长得丑 ，C 胆小姑的徒弟 ，D 我是来打酱油的 ，A B C D 买定离手了。第五名仙人掌，在植物大战僵尸二中，仙人掌的生存能力得到加强。仙人掌在僵尸接近后能变身的刺，动作指导胆小姑。第四名暗影射手，正常情况下和普通豌豆差不多，当僵尸靠近时会将僵尸拽进地下。在暗影射手旁种植月光花，暗影射手会获得极大的加强，会发射穿透一排僵尸的激光，并且进入第二形态，可以将多个僵尸拽进地下。第三名弹簧豆，当僵尸靠近时会贴近地面，上到巨人僵尸下到普通僵尸都能把它们弹开。第二名甜菜护卫，在海盗港湾就能体验甜菜护卫的爱。去你丫的吧，去你丫的吧。第一名潜伏芹菜，当僵尸靠近时潜伏芹菜会缩在土里一动不动，但是当僵尸走过去后。偷袭，你这小伙子不讲武德。正确答案是 C，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。